当然了，现在要小心的是 AG 战队的秋丽选手，四刷一啊，这第一个没有接下来，那就有点困难了。两个人来到近点，但是秋丽有一把 UMP45 加上一把那颗火直接啊，烧到苏南，再接一个，到三个了。顾居居，哎呀，差一点上演了假车库名局啊！但是 AG 的队友来得很快，直接停到了阳台之上。顾居居现在没有什么状态，再来一个飞车，直接飞到楼顶，侧身扔了一个雷，没了。其实 ST 这样的投掷物失误啊，之前在与 ACT 揉点的时候，我们也曾经见过，那已经是上个赛季的事情了。